佑，法音清流 ，Just for you。各位佛佑的朋友，新春愉快！那现在呢，我们就是在感受着那一个农历新年的那个氛围嘛。当然，在我们的 podcast 节目当中呢，今天非常的开心，也是有我们这一位在东禅寺的慧护法师。那法师可以跟线上的朋友打个招呼。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吉祥，阿弥陀佛。是慧护法师，我跟你说，大家真的是不知道他。就是如果不说他是谁的话，你可能真的我只能说慧护法师是非常伟大的一个幕后功臣之一，就是在我们东禅寺里边。因为呢，我们肉眼上看到东禅寺的这些设备啊，灯啊，水啊，火啊，还有尤其是我们新春期间的这些花灯啊，就是我们看到很漂亮，可是你不知道背后在护持的，在维护它能够让你看到很漂亮的花灯的这群人，法师义工到底是谁？那慧护法师就是关键人物之一，对吧，法师？我不敢当，只是说我们师父家师呢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做义工的义工啊，所以我们也不敢说自己很重要，只是说我们在众中之一啊，都是呢，我们都是在大众里面，都是一份子啊。你看听法师这么说就觉得说法师非常的慈悲，而且呢也很低调。谢谢当然还有一个更加不知道的，就是原来慧护法师就是见证我们东禅寺灯会诞生那一年其中一位义工来的。回想起来是那时候十几岁，我记得当时候呢人还年纪还很小，那时候呢在想什么是灯会，也没有想很多，那时候呢就报名了义工的任务。那时候呢我记得那时候的住持呢是慧贤法师，那时候呢我们其实当时候呢我也不是说一个是重要的一个的干部，那而是呢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的义工。那记得第一年呢我们所负责的就是卖水，那时候卖水呢当时候的一个的情况呢，第一年因为很多人不知道东禅寺有这个灯会，那时候我觉得不是说很忙。那第二年呢也是如此，我也报名了这个灯会的义工的一个的任务。那时候呢我记得第二年呢就提升了自己，那时候呢加入青年团之后呢，我们要去装艺花车游行，有时候呢要办财神爷，有时候呢就按照每一年的这年份呢去办一些所谓的不管是牛啊羊啊等等的一些的卡通的一些的人物。那么基本上呢我记得从这样子四年下来，从2004年呢到2008年呢都在东禅的协助这义工的部分。后来2008年呢就到台湾念丛林学院，那时候从这样的从第一年到第四年呢其实变化很大。第一个是所谓的变化呢也就是人数人潮的一个的变化。刚开始呢因为很多人不知道有这个灯会，那大家呢就是因为一传十十传百的，从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呢到了第四年呢，哇这个人数呢一年比一年这样子增加，甚至呢到了现在的这一年呢，我相信因为疫情的关系，那如果没有疫情呢，我相信呢整个灯会下来呢都是有百万人数啊来进来参观我们这整个的一个灯会的一个部分。对，所以这个是我回想起来的这整个从义工到现在呢不敢说什么，而是呢尽我们的能力呢这样子去完成一个的任务啊。当然法师你看啊，我觉得那个缘分很妙，也就是说东禅寺的灯会第一年开始的时候你就以义工的身份，那时候你还是在家中的这个身份去参与嘛。那其实对你来讲完全对于灯会没有概念的时候啊，你还记不记得说当时候你就是这样子第一次报名啊，就是说灯会需要义工啊，你就这样子报名了，然后当时你看到的那些情景你现在还能不能够说描述出来那时候的生肖年份啊，或者是灯会的整个的设计啊，到底它是一个就是让人家来看到的时候会觉得说我以后过年我每一年都要来的那个感觉吗？还是怎样？好，印象最深刻呢也就是大雄宝殿前面那时候有所谓的这个轨道的这个西方就是观音菩萨洒净的部分。如果各位听众呢如果还记得这个部分呢，
我们在大雄宝殿前面呢有一尊观音呢来洒净，就是在轨道上面呢洒净。那时候呢我记得我们呢那时候年纪还小，多希望呢观音菩萨呢帮我们多洒净啊，让我们能够呢得到这个清净的一种的心啊。那时候呢我记得那一天的晚上呢人数很多，大家都在排队拥在一起呢让观音菩萨呢为我们这样子洒净啊，它是电动的。但是呢我最记得那时候呢我在想，哇，如果我能够参与这个灯会的话，或者是其中一个不管是锁螺丝还是修理电灯的话，那是意义多功德，那种是很不可思议啊。所以那时候也没有多想，我说哇，如果有因缘我也能够呢像这样子观音菩萨呢的伟大这样子，然后我也能够呢在这个灯会呢付出这样子一个的力量呢去完成，我觉得这是当下的一个愿望啊。你当下就是有了许下了这个，应该说发了这个念之后，是是是、啊。没想到多年以后，当你出家了，当了法师，然后再回来东禅的时候，你就是负责去承担这一个部分呢、欸。我其实也不是读这个电子工程的这个行列。我只是去读了这个所谓的那时候还没出家以前，也就是读了修车这个的科系，但是呢也没想到呢读完之后呢也没有多想，就是报读我们的东禅佛教学院的部分。那时候也就是说可能就是用车的一个的模式呢套用在这个所谓的这种电子，其实大同小异，只是呢可能我个人而言呢也许对这种的机器呢应该前世呢对这个机器呢很有研究，所以只要在我手上的这种机器呢坏掉的话，我会尽量呢把它这样子完成把它修好的一个部分。现在提倡的这个环保，尽量能够做的尽量能够修的我们尽量修，因为现在的人呢我们知道只要一个电子坏掉之后呢我们总是会换一个新的，但是呢对我而言呢我会尽量修到不能修为止，正式呢宣告不治呢我才放弃这个电子产品的一个的部分。是耶，我觉得说法师的这个个性或者是法师的这一份就是想说凡事我们就是要任何的挑战任何的问题基本上我们先去解决，解决不了的就还有另外一个方法，再不能就换零件再换什么这样子，是它还是可以被用的，不要不能用就丢弃。随着的一个科技的一个发达，我们的佛教也不能落后啊，所以我们也是随着这个科技的一个发达呢我们跟进这个时代，所以从第一年到现在呢的虎年呢可以看得到就是一种的一个人的一个的变化。那么其实呢这个当中也可以知道是说要有创意，人要有创意才可以呢吸收更多的人，就像这个活动这个字，要有你活着才有这个动力啊，这个活动呢不是只有什么，你看要有活着你就会有动力啊。所以我从一个灯会这样子看起来呢十几年下来呢，我觉得最大的一个的感受呢，我觉得我们应该呢要用现代的科技呢去吸引更多的科技的人，乃至于呢吸引更多的游客呢来赏花灯呢，也把这个花灯的这种的功德呢平安呢带回家才是最主要的一个目的。是，对，所以就是有法师跟一众的这一些义工朋友们愿意就是无条件的去承担，所以每一年东禅寺的这个灯会都不会让来山大众失望的。当然如果说这些变化我们也看到这十几年二十年下来，从2004年到今年为止都有18年了嘛，18年，是的，真的就是我们就一直看到每一年的花灯的不一样，然后尤其是今年我们又把灯会变成是祈福法会，是那个改变就是随着时代啊随着整个的局势的变化，我们的灯会也一直不断的在我们讲的升级，没错，是。所以法师你自己在东禅寺的这些年，那经历了不同年代的那个灯会的时候，那来山大众就是大众来到的那个心态也好，或者是你看到的那个变化也好，这样你会觉得说那些就是信徒们大众们来的每一年灯会看到的那些脸孔也好，你自己接触你有没有看到大众们也有改变呢？好，
其实呢，从游客呢、访客呢的脸上呢，看得到是欢喜。尤其呢，虽然马来西亚的天气很炎热，但是呢，我们基本上我们从游客的一个的脸上呢，可以或者是呢，我们常常去巡逻，哎，有时候会听到他们说，哇，今年的灯会呢又不一样了，又呢又很有创意了。但是呢，我觉得，其实从游客的一个的的立场，我们去看呢，其实我们也是他们是我们的老师，为什么呢？他们所讲的，我们可以吸收到更多的一种的的经验呢、啊。其实我们从他们的一个的讲话啊，或者是什么呢？沟通上面呢，其实这个是我们希望在明年呢会做得更好。所以透过这样的一个部分呢，我们可以知道我们来山的一种的欢喜呢，可以知道从他的脸上就可以知道了。但是每一年呢，我们都是一年比一年多，但是很可惜的，就在两年前呢，这个疫情啊，这下来呢，变成整个的一个我们的生活呢都已经打乱了。但是我们还是一样的，我们灯会照办，只是呢我们配合政府的一个的防疫的一个的措施呢来进行这个灯会的部分。我们从灯会到现在的这个祈福法会啊，我觉得我们要因应的这个现代的一种的情况呢，去做了一些的调整的一个部分呢、啊。因为这两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是那我们洞禅寺就是有很多的防疫措施，流程会更加显得比往年来的肯定来的比较繁琐一点点。是是，对你来讲有没有说，其实它是有一定的难度，或者是有一定的挑战？其实不敢说什么难度，其实越难越挑战，我越喜欢。为什么呢？我其实对我而言呢，人生如果太过简单的话，没有挑战的话，你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如果有挑战的话，我越喜欢去接受这个挑战 challenge。但是呢，这个一个花灯下来呢，其实你说挑战嘛，也很挑战。我回想起来，在第一年，这个遇到疫情的这个灯会呢，刚开始政府呢开放是说，一个小时只能50人进来，然后半个小时呢要消毒的部分。其实我们在这整个的一个疫情呢，这样一个灯会呢，我们都有做到这个很所谓的这种的 SOP 啊。那其实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第一关，也就是呢入寺院的这个第一关呢、啊，要把关得很紧。那么其实相信我记得去年呢，所谓的这个环节部呢都有来默默的来看我们这整个灯会的一个的进来寺院的一个 SOP 啊。其实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们东山寺是做的最好，他把这一套呢要带出去给其他的一些的场所。其实我当下我听了，其实我还是觉得不够，因为呢还有很多的可以我们可以再进步的，也可以在呢提升的部分呢，因为我们是站在政府的SOP 的这种的约束呢，我们要再超越政府，我们要做的更好。因为什么呢？我们让来山访客呢会有所谓的安心啊，不敢说什么，我们最主要的就是让所有访客呢、游客呢来到东莞市有一个安心的一个的部分呢，才是我们的最主要的一个目的。我非常认同法师讲的这个部分，就是因为我们东禅寺，就不管有没有疫情都好，那其实我们的这些防疫措施，其实一直以来都是做得非常的完善。因为住持也是有说啊，最主要是确保大家能够平平安安的来，然后带着平安跟喜乐回家去的。对，所以这个就我觉得说非常感谢法师跟义工们的那个用心跟贴心。对啊，因为防疫措施它稍不留神，或者是哎，我们就是不要去在意这种所谓的细节部分的时候，它很可能就会成为的那个染疫的一个破口。是是是，对。当然法师刚才有提到说，哎，这几年的这样子一个变化，就是在防疫措施我们就有做提升嘛。那其实在办这个花灯，它其实最大的挑战就是那一些电子的部分
是是。它也会是一个很大的难题耶，因为要确保那个灯，就是每一盏花灯啊，它的那个电力啊是足够的啊，或者是是因为是。稍有差错的话，其实它就是整座花灯它就是没有办法有亮起的那个部分。说起这个呢，其实我回想起来，租的那一年呢，我记得年三十晚那一天呢，除夕夜那一天，那时候要准备要亮灯。那时候很多记者都在这个所谓的主题灯下面呢，在等着亮灯的那一刻。我就记得那一年呢，我们在测试的时候呢，其实都没有问题。但是呢，快要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再测试一次呢，哇，上面那个主题的那个珠呢，那个没有办法转动。那时候呢，当我接到电话的时候呢，我就想说，完了，这时候怎么办呢？这个主题灯这个珠呢？不能转，哇！最主要的这个时刻呢，才来这个所谓的出了一些的故障的一个的技术上面的一个问题啊。那时候呢，当我接到电话的时候呢，我就赶快呢到主题灯，就爬到这个所谓的猪的这个上面的时候呢，就在想说，哇，完了，这时候为什么猪是不能转的？那其实我记得，那个师傅呢，我们讲师呢写了一句一个的墨宝，诸事圆满啊。所有的事情呢都要圆满。当我想起这句话的时候呢，我都要想尽办法呢，让这一个主题灯的这个珠呢，这个一定要让它转动。这时候我在想，用什么办法呢能够让它转动呢？我把自动呢变成手动。那时候呢，我们就在上面呢用手把它用转动的一个的模式啊。我记得那时候，我觉得那时候是看不到我在上面，只是说。我们那时候是用手动的，慢慢去转动。其实那时候我就记得最深刻的，从要圆满一件事情呢，必须要有 A 不能就是 B，B 不能呢就是 C，自动不能就是手动啊，就是那么的简单。其实这个是回想起来，我也觉得蛮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啊。哎，哇，是老的。师讲的好像就是很轻松这样，可是当下应该就是因为他是在最关键的时刻、最主要是，的东西不能转动。原来那年的诸事圆满的那个主题灯是手操控 是的，是的，在转的。哎，是的，但是也还好，菩萨保佑。这个说实在的，我们也没有想到，我们可以用人力呢去转动这个，还好是这个齿轮呢，它还是很轻松的，可以用转动的部分。一个灯会呢，这些技术上面其实都可以克服。我记得，如果是讲这个过年的部分呢，其实。让我最印象深刻的，其实我从台湾回来马来西亚呢，几乎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每一天早上呢，用完早斋之后呢，我必须要处理一件事情，也就是呢，要打开这个米田宫啊，米田宫也就是我们的化粪池啊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这个铁盖呢，为什么呢？因为来山的游客呢特别多，使用的这个所谓的这个 tissue 呢，这个卫生纸呢太多了，所以每天早上呢用完早餐之后呢，我会带着我们的员工呢一起呢把这个米田宫的这个的铁盖呢全部打开，伸手呢要去把这些所谓的卫生纸呢全部把它拿出来。其实来讲呢，我们也是很。挑战的一个，但有人就说：“哎呀，法师，你是法师啊，为什么还要伸手这样子去拿这个？”我说：“我们大师，我们家师呢，星云大师呢，也是过年期间去洗净房啊，洗厕所，那抠不出来的都是用指甲这样子去抠，更何况我们是师父的弟子，我更要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让来山的人呢，能够有一个平安的所谓的人有三急嘛，当他。”这个商机来的时候呢，我们应该让他也能够让他轻松，也能够让他轻松的这样子往这个肥水这样子流到下去啊。就每一年过年呢，住持也常常叮咛我说：“哎呀，会务啊，你记得要去关心这个化粪池啊。”但是呢，我记得几乎每一年的这早上呢，我都是要去处理这个化粪的这个米田工这样的一个的事情啊。我觉得这个也是放下这个我执的一个部分呢，因为很多人认为，哎，这个米田宫很脏很脏。我觉得，当你不想去做的时候呢，请问谁还要去做？我觉得我应该要放下这个身段呢，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让呢
能够让常住呢能够放心安心呢，这样子呢才不会让来山的游客呢觉得哎呀每次来到东山市都是马桶阻塞还是怎么样的。我觉得尽我们的能力，我们能够做的放下这个身段呢，就像我们记得很多时候的过年期间，我们有很多的所谓的大老板啊，老板娘呢来发心呢洗厕所，所以他们也是放下身段呢来一起洗厕所洗净房的部分，所以我们法师更加放下这个身段呢一起呢来完成这样的一个的灯会的一个部分。哎呦，法师太伟大了！哎，不敢不敢说，跟这个义工们就是在背后默默的承担这一切。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提醒来山大众，如果说其实不管你是不是去东禅寺，或者是任何的公共厕所，其实就是有那个我们要有那个公民意识，就不要把那个剔鼠啊。是脏啊，就这样子往你很方便，你一时的方便，结果你导致那个马桶阻塞，因为要知道我们的这些系统，就是说这些化粪的系统，它是没有办法消耗掉那个是的塑 paper 的，是因为是厕纸，厕纸原料它才有办法就是被分解掉。是没错，很多人都不知道，原来我们的那个 tissue paper 纸巾它是没有办法自动分化掉的，因为它的没错是。所以就你看，如果我们有这个意识不往那个马桶去丢的话，那法师和义工们就不用去做这个每一天去检查化粪池。是是是，不管是哪个工作都好，其实都有它的所谓的一个难度。我觉得没有分高低，没有分你我，都是呢一起来完成这个一个的任务啊。既然常住呢交了这个这样的一个任务呢，我应该呢要尽心尽力呢去完成这样的一个任务。我觉得这个一个化粪池也不难不倒我。我觉得这个最难倒我的就是说我没有办法把这个所有的事情呢能够好好的处理，但是呢我们会尽我的能力呢去把它完成了。但是这个是我期许我自己也能够呢也带着我的团队呢一起呢这样子完成一个灯会的一个义工的一个任务的部分呢。所以我就常常记得师父告诉我这个典故，就是我们人呢要做这个海绵，这样子越吸越多，这个是个水，也就是这个水呢就是我们的知识，我们的不管是佛学的还是世界学的入世这个的一个的知识呢，我们应该好好的这样子吸，把它吸到满。在一个的花灯呢的一个的现在的一个祈福法会呢，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义工，所有的义工呢来到我们东山市呢来当义工呢，其实都是无私的奉献呢。尤其相信呢以一般的外面的人呢，过年过节呢都是在家乡过年，但是我们就突破了一个的传统的部分呢，就呢过年过节呢就回到东山市来，不管是做义工也好，洗净房也好，乃至于呢炒炒米粉啊等等的，我觉得真的感谢这个十方的一种的成就啊，也能够呢希望这个灯会呢我们也能够好好的把它办得越来越大也越来越好的部分，也感谢所有的因缘呢能够成就我们这一切。佛教讲的这个因缘啊很重要，所以我们透过一个因缘呢去了解到这个美妙的一个部分呢。所以也感谢呢大家，也真的不敢说我们什么，而是呢师父常常讲的我是众中之一啊，就是刚刚提到的我们跟着义工这样子一起呢往前进，一起呢带着义工让他能够过一个平安快乐吉祥的年啊，才是我们最大的一个的目标的一个部分。当然法师一直感谢我们，我要非常感谢跟这些我们不认识但是我们却能够透过灯会理解到的这些故事，这些义工们愿意这样子无私的付出。当然节目来到尾声，然后如果说你想要再听我们的这个佛佑的 podcast 的话，也一样可以呢透过我们的 Spotify 啊 Apple Podcast 啊 Sound On 啊喜马拉雅线上收听嘛。佛佑有太多的这些故事，就是让大家知道说你肉眼上看到的未必是你所想象的，那只有说从当事人的口中
分享出来的呢？哎，就是他们的人生体验，就好像慧护法师今天跟我们分享了关于灯会背后的故事。真的非常感谢法师的这个慈悲跟爱心。那法师，如果说今年我们就是大师就是送了我们那个处世无畏和平共存的这一个吉祥墨宝嘛，那如果说以法师个人的话，你会希望用一个怎么样的新年祝贺语送给我们的这一些在听节目的朋友呢？我们应该用一个吉祥这两个字呢送给大家，也希望呢能够昼夜吉祥，也能够呢日日吉祥，夜夜也能够吉祥的一个部分呢。其实很多的一个祝福语，其实呢最重要的还是以吉祥这两个字呢送给我们所有的听众的朋友们。谢谢，谢谢法师的吉祥祝福。是是，当然送上这首歌曲呢也是要送给法师还有所有默默为我们付出的义工们。这首歌也是我们福光的歌曲，叫合掌，就是感谢你们的慈悲，感谢你们的这个用心护持，让我们每一年都可以在东禅寺感受这个新年氛围。谢谢谢谢，是是，谢谢法师。每一天当我睁开眼，看见这世界有没有变得更美，我看见在你的眼中仿佛告诉我你早已接受了一切。多少重复的痛和苦难每天在上演，只因我们从来不愿相信有能力去改变，让我们一起合上来祈福，用慈悲的心开启了幸福，从你和我的手中散播出此心和愿的温度，让我们一起合上来祈福，用喜舍的心传递了祝福，因为有你和我的小小祝福，愿我和心的世界就在不远前。幸福从你和我的手中开创出家庭和顺的幸福，让我们一起合掌来祈福，用喜舍的心传递了祝福，因为有你和我的小小祝福，社会和谐的明天就在不远前。人生总是不停在寻幸福，